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抽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个视频呢。其实怎么介入处女王呢，或者新王呢？阿龙确实有绝交了，不过呢，平时有时候太忙了，也没有什么分享出来。还有呢，很多人呢对那个蜜蜂合并啊，特别新手啊，他特别害怕啊。有时候蜜蜂呢合并的不好的话会打死。有时候合并不好呢出现围王，又把那个蜂王围死，特别是处女王或者新王一合并呢很容易把那个新王给干掉。那我这里有什么独门的绝交呢？其实独门的绝交就是有，不过呢平时的时候我很少上传这个视频。今天给大家观赏一下，让我们转过来拿一个蜂箱测试给大家。那这是一个蜂箱假如两窝蜜蜂合并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保证两边不打架，保证里面不围王那我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拿一个隔板，这里放，因为我手头上面没有隔板，那外面隔板然后包一块报纸，然后让两边隔开千万不能两边的蜜蜂可以走过去的话会打架给打死。那我们先把它隔好，因为我这里朝方呢这是有个孔的，可以打一个钉，这里可以打一个钉，这里可以打一个钉，然后中间隔开两窝蜜蜂。然后呢首先有一窝呢肯定要把蜂王拿走了，那个就不用说了留一个蜂王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隔开了。然后呢这里打两个钉固定好了，这里蜜蜂两边是不能走过来的。然后呢我就搬上我的汽车或者单车或者摩托车也可以，然后要开个4-5公里回来五六公里回来的时候呢，由于经过汽车震动的话这两边蜜蜂已经煞的要等于说煞的等于说料都飙出来了然后呢集结回来开个4-5公里再开回来，这8公里，然后呢把中间的拿开，然后合并过去，就百分之百不为王，而且不打架这个新手用的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呢怎么样借处女王呢？这窝蜂没有王了很多人说一借处女王就被那个蜂围死，那这个也是道理，也是很简单的先我们把这个东西固定好搬上车好了，我们开个4-5公里以后呢，然后把那个处女王放在炕的顶，然后呢再从4-5公里的时候开回家里面，就把那个处女王给忘掉，这样的话是百万就百成功的。由于这窝蜜蜂它已经怕得要死了经过汽车震动经过汽车运输或者单车踩单车或者摩托车震动的时候呢，它已经怕得要死了，直接把那个处女王放到里面，就百万之百成功。不管你借处女王还是老王新王只要是经过汽车或者摩托车单车你踩个4-5公里如果你还担心这个围王的话也很简单我们就拿一个冰红茶，喝一杯那个冰红茶，然后那个球王龙那里把那个蜂王喷洒了喷洗了，然后放在炕上顶然后呢就开回来就可以了，把那个处女王给放下去，他什么都不打架，因为经过车子震动受惊了，所以这种方法介入蜂群的话百万之百成功。还有一个是合并的话也是会百万之百成功如果山里面的野蜂抓回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我首先把这个东西给隔开了，这里隔开，那个蜜蜂是不能走过这边来的，把那个又回来的小蛋群一放在这边，然后再车个5-6公里回来的时候就把那个蜜蜂被拉到这边来，就两边就合并成功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没有说没有什么独门绝招，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有很多老手我一放一个借用一个处女王，一放进去那个蜜蜂就围着那个处女王，然后就把那个集结也把那个处女王给咬死，就是再隔了一个球王龙也把那个处女王给搞死其实这种方法是最方便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觉得有点麻烦，也不算麻烦
啊，因为你想借一个处女王的话，你借到蜂群里面确实很难的。你一望进去，那个公蜂，就算里面这窝蜂里面没有王，它也可能把那个处女王或者把那个新王给搞死。那我，把那这窝蜂里面经过那个车，单车，切个4-5公里，然后受车震动了。震动了里面呢受精了，处女王放在康囊顶那里面，你喷洒一点蜂蜜水的话，只要直接放进去的话，它根本是不打。那个时候那个蜜蜂啊，被你搞了一下，它怕的死，尿了标了，它根本的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就等于说这样合并是介入那个蜂王，就百万就百成功。两窝蜜蜂合并也是一样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合并是非常好的，百万就百成功啊，因为有些新手啊。他虽然是我这里不讲那些老手了，新手的话经常有合并啊，但合并的不好，两窝一合并了就打死完了啊。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容易个蜂箱两边隔开，隔开两边都不能通过了，然后呢开个4-5公里啊，4-5公里以后呢，再两边合并起来再开回来就可以了。然后就切个4-5公里，那两个蜜两边的是怕的要死的，还打什么蜜？打什么打？基本上都不会打架了，因为合并之前一定要揪住一个蜂王啊，不能两个蜂王同时这样合并，两个蜂王这样合并的话，就出现围王了。然后回来也会围王，因为两个蜂王的蜂王数不一样嘛。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想把那个蜜蜂合并了，简单的很，而且我这里借完啊，百分之百成功，合并百分之百成功，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假如我这里现在有一窝蛋群，它只有2匹翁，或者1匹翁，那我有一窝的话是12匹翁，那我怎么把它给挪一点过去呢？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蜜蜂转场的时候呢，我先把它隔开，然后从那个12匹那里搞个4-5匹翁过去。这个2匹翁呢，然后切个4-5公里以后，就把中间的板挪开，然后两边蜜蜂走通了就可以了，没有弱群了。其实这样合并是非常简单的啊，但呢合并之前先要看清楚，不要有两个蜂王弄在一起，两个弄在一起那就不好搞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已经到这里为止，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关注点赞转发，记得搞个弹幕。